Hello， 亲爱的迷你小伙伴，我们今天来玩坑爹游戏，这是连作者都觉得很坑的，我才不信呢！我是已经被熊孩子坑过无数次的啦。虽然我这心底已经有一点小小的阴影，但我知道我一定要保护好我自己。比如说第一关，前有坑爹游戏，后有开始游戏。悄悄走进坑爹里头，吓得我连忙往后退啊！这箱子也有食物，我是需要食物才能够通关吗？还有作弊道具 ，No， 这个过来也是假的。所以这要开始这个自拍，虽然脚底有岩浆，但是潜行状态下发现这个是可以通行的。你们看，这不就直接走过来了？而在谁最美的问题上呢，毅然决然的选择了亲人。先等等，容我分析一波，谢谢支持。为什么有作者？通关关键地点，刚刚提到亲人，我选择再选一次亲人。哼，坑就坑吧，重新来过。这一次选作者，二话不说跳过去。停，不过我信你个鬼，后面一看就有诈，还想骗我。酷跑有通关方案， no， 是假的。进去这里呢，我先探一探虚实。嘿，我摸到空气墙了，敲一敲准没错。至于酷跑嘛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箱子确实是空的。好了，可以直接走过去进入第三关，选一种死法，我才不选呢。你等着，让我看一下有什么玄机。扎死是不可能体验的，刷一死底下虚空水烟和岩浆。先等等，四周转一圈没什么可以穿越的方块，而这个岩浆你们看出现了钻头，那下面肯定是有传送方块啦。最后可能还是这样，呵呵，你还呵呵，我穿 so easy 啦。这一次又是什么放马过来，好像不一样。哦，我知道，我是不会进去的，秘密通道钥匙处，我觉得还是这个最有可能。嘿嘿，猜错了，难道是秘密通道？千万千万别进这里，作者连死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重开。没想到在这里摔了跟头，看来还是作者狠呐。我又回来了，这门后写着通关，而这里的字牌也不可信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这一定能穿过去。哎，你们看，真的可以穿过来。姐姐，你作弊，你怎么知道都可以穿？嘿嘿，通关秘诀嘛。开始作者就提示说有些颜色的墙是可以穿过的呀，呵呵，我聪明吧。岩浆流域我懂的，进刀是不可能进去的，敲一敲你会发现这有空气墙，走过来就可以啦。别踩白块，其实呢是反过来，世界很危险，潜行模式一眼看透，踩白块才是对的。好嘞，来到了书中世界寻找出口，都是欧书中有黄金屋啦，所以嘛这个黑色字牌是可以穿过来的，成功通关。Hello， 亲爱的迷你小伙伴，我们今天来玩我要去网吧超级困难版，新手胜玩，我才不信呢。树中自由黄金屋，箱子没有，这外面好空旷啊。父母的房间，钥匙会藏在里面吗？家里的电脑都显示正在开机，怎么回事？这里有提示去二楼，原来剧情全都在这儿啊。作者呢是个网瘾少年，爸妈就切断了网线，还阻止他去网吧。得嘞，就是要帮作者出逃呗，顺利躲过爸妈设下的伏击，挨个挨个搜。厨房是摸的，厕所也摸的，倒是发现了奇怪的东西，岩石楼梯，这要干嘛？一楼里什么都没有啊，这个半截的门到底怎么做的呀？好神奇哦。哦不对，我是帮作者去网吧的，难道是在二楼？不，到处都没有，难道连第一关都过不去吗？这个字牌看到有没有鬼怪？什么都没有，不可能呢，难道在剧情里？哼，我真服了，这箱子也是空的，下面还隐藏个箱子，这不明真相小伙伴是肯定找不到钥匙啦。可这只是黑石哎，打开门之后想不到吧，还是一堵墙。这箱子里是给了锄头，需要找土块。我的天哪，我刚刚搜了一圈，哪来的土块啊？于是乎我又在家里转了一圈，最后才回到这里。我才发现呢，原来地板是土块做的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这木板也能开垦呢。顺利找到点火器，走了，总算可以逃离家里了吧。喂，这作者家是有多大呀，一间房过了又是一间房。找到开关放这里，行吧，先找到钥匙再说。这次开关怎么这么容易啊，直接拿到，这也太轻松了吧。不管了，先把南瓜给弄出来，合成稻草人，顺利来到了迷宫。
你没看错，这空白的地方是迷宫，到处都是空气夹。这一般吃瓜群众看到这里就早放弃了，但是小易很不一样啊，在这里绕啊绕的，噔噔噔，还是回到了原点。哎呦，这样怎么过才好呢？看到手里的熟藤没？这地板也是土块做成的，我们可以利用土块开垦出路径。看见没？这就是我开垦出的路径，顺着挖过去就找到了赶鸭板。要想去网吧，还要有聪明的小脑袋。这次呢，我们就来到了二选一环节，左右两边全是岩浆。作者说有提示，意思是泡进岩浆，你就知道怎么出去了。这个是假的，没有出路。另外一扇门，看见没？只有指路牌，以防万一，吃个果汁。作者没骗我们耶，在底下有通道，红地毯，看来是快要到网吧了吧？这后面还有个钥匙呢。这个是小书房里找钥匙，在屋顶找到了石头。字牌后面是岩浆，这真是人生处处是惊喜呀！回来后我就继续寻找材料，在椅子里头找到小木棍，还有工具台顶端也找到小木棍。哦，最后一根小木棍肯定是被爸爸妈妈藏起来了，所以欢迎少年，你还是借网吧，网吧是不可能找到的啦。哈喽的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大家的小易涵，今天玩的是我们的易小涵小同学做的一个坑爹跑酷。我不会跟你讲这个图我曾经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。为什么这有个地心门呢？哇哇哇哇哇哇，一出生就被骗了，然后赶紧吃个小面包。这个地心门一进去就会让你死得好惨的。那我再看一下这个不在这儿，诶，这后面是虚空，我不要下去，回去回去。然后，诶，这有椅子诶，我的。然后呢？这可以过吗？可以过吗？可以过吗？诶，哦，好吧，我想回去，我回去，我回去，行吗？然后回去，下面是虚空哎，看能不能跳过去。哎呀，不行哎，还是要去虚空洗个澡。好啦，这个不在这没有，那张椅子没有，地心门没有。这上面有个字牌，写什么？哎，这也是虚空哎。这里有空气墙可以爬上来，可是，咦，恭喜通关！这门在那边啊，哎，怎么没死啊？没死才怪呢！我刚才在上面看到恭喜通关，我在哪？在后面，然后在这边，然后从这边过去吗？骗人的，我就知道。看一下谜呀，说不定有改哦。你过来呀，咦，这是什么？这边有条路到这里，那边还有火箭背包，来吧，这边还有火箭。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是要去坐火箭啊？看一下这个火箭要搭我们到哪里去。会死啊？我疼。你这火箭是拿来糊弄人的呀，爆了耶。哎，好吧，我们的宝宝让我重新开始。那我们去把自己摔死吧。呵呵，还是重新开图吧，这个好糗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涵。有玩家说我天天睡在地板上，也太寒酸了吧。仔细想了一下，好像也是这么回事，也是时候建造一下我自己的别墅了。作为这片海域上的垃圾大王，我的房子讲究的就是一个字，豪华奢侈。首先呢，我要在一楼铺上地台，这种地台距离地面要有一定的距离，湿气才不会太重。
不错不错，由于这剩余的材料也不多，咱们一楼就先造到这里。现在呢，要造个小楼梯，一、二、三，我一共造了三个楼梯，想走哪个就走哪个，就是这么任性。中间的茅草门再安排上，两边的墙壁也安排上。最后呢，就只剩下阳台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大阳台了，还要在阳台上放上桌子和椅子，没事就在这里晒晒太阳，喝喝茶，那个惬意哦。那么现在我这个宇宙超级无敌海景房也总算是完工了，最后呢，只需要再给房子上一下色就完美了。作为一名资深的美少女，屋顶我选用的是浅粉色，少女心里是分分钟都要爆棚的，有木有呀？现在呢，我们开始来涂墙壁，绿色的颜料还有很多，走你嘞。收工，来到高处看一下怎么样？哇，好壮观呢！果然只有这样子的别墅才能够衬托起我的身份呢。劳累了一天，来到厨房去钓三文鱼，这鱼烤得火候刚刚好，鱼肉鲜嫩多汁，外焦里嫩，麻辣鲜香，这邻居小孩子都馋哭了。不得不说，这小日子过得还是挺舒服的，阳光、沙滩、海浪、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这天也慢慢黑了下来，做一个吊床，就再也不用睡地板了。